我请！我叫你昨天晚上充电你的，你是哪没有充电啊？忘记了。光景邪奇，错了好看呐，只下个台阁啦。阿才，你看着，闪闪的姑娘，对闪闪真是乖，老绝大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听不懂啊哈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闪闪的姑娘对他好坏好坏的嘞。哦，个性有点强势哦。对。闪闪。正在呢，就来谈谈你们两个的婚姻事。我跟那丫头啊，估计就成婚了。啷个？她那个性格太怪了，太强势了。况且我还要奶奶屋里做女婿，干嘛想好我了？你们咋结婚了？她会改的了。我不信了。你我跟你保证，我们俩结婚了之后，我什么都忘了你。发誓了，我发誓，以后我跟闪闪俩结婚了，我什么都忘了，闪闪绝对不强势。闪闪，哎呀，你这家庭地位太差了！你跟你姑娘结婚的时候，你姑娘说以后让到你的啦？是啊，老了，让我洗衣服。让我烧火，让我去田里搞四个，所以我都忘了我。哎呀！老板，嘿嘿嘿，那要是说来晚点，你去买个菜，买个酒。买什么菜呢？你看到买了，快去随便买。来，杨叔，我。杨叔，恁这来呀，也没准备什么好菜，能不讲清呢？这个家伙啊，都是这样的。以后说真正的，心里苦的。啷个了，杨叔？隔壁那个鬼屁，真的让他嚼舌根子，做我的儿子不少气死你！你说听着招不招？那不才算、啊！看那阿哥，无论从长相、身高、腿型，都是属于男的，不听他们瞎说、啊。喝酒。来，先喝来了哈，快坐。老婆，快点小喝，拿快点碗来。谢谢，我不去。爸，妈得回去。好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好，回去。呀，老公，小何他们走了吧？哎，走了。老公，你觉不觉得小何根本就不像他爸爸亲生的？嗯，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不好？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？买李子啊，买李子啊，送上刚做的新鲜李子啊，又红又大又甜的啊！买李子，买李子、啊！看到吗？不容易呢，这么大年纪了，在外面摆摊子，啊，晒太阳。像我们年轻人啊，就要心善了，多做好事，助人为乐，要正能量。对，坐，来啦。那这李子像哪卖？街上卖4块钱斤啦，我光树上折的便宜卡，3块钱。像真高，真大的太阳啊！我跟老爸哈买了，买了那早回休息去。呀，那个好吧，我来给你们装了啊。青天，你想好了，我为什么是比你婚礼好些？我有一块山芋帮助他狠的心呢。
小伙子，你们去哪洗个呢？我来回去给他把你们带一层呢。哦，不晓得，我们年轻人锻炼好他也好。那开陈永恒的车子啊，还在白地摊卖梨子啊？我这到屋里蛮无聊啊，出来体验下生活呢。你们不要我带我去走的呢？有人。快点啊！